各位乡亲，这一百年来，台湾人打拼努力，经济发展、社会建设、民主实现，台湾已经对囡仔当作大人，咱充满信心，破开心内的门窗，走向全世界，咱就会看到咱未来的希望。各位乡亲，因下发讲，法盲唔惊挑事，总爱因台湾人，无论族群，无论党派，大家共挑战，继续推行改革，实现民主，追求公益，用台湾人的硬仗精神，一定做得同台湾变多真进的报道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即将到来，中华民国第一个一百年以动荡的时代开启序幕，以和平发展写下今天的辉煌成就。中华民国未来第二个一百年将以黄金十年作为序曲，从现在开始奏出崭新的乐章。各位乡亲父老，这是我们对先贤先烈的承担，也是对后代子孙的承诺。现在请大家跟英九一起高呼，请起立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all rise. 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台湾民主万岁！台湾民主万岁！谢谢大家。主席恭请总统至贵宾席，各位贵宾请保持肃立。主席请复位。奏乐。各位贵宾请坐下。 Please be seated. 掌声。